看蝴蝶挥动天使般的羽翅，抚慰着委屈受创的心灵，找出犯罪者无所遁逃的制胜密码。这些谜样的因果轮回，我们称之为蝴蝶密码。穿这样，怎会变成有遐看？我跟你讲，迄个人其实是一个变态。变态。伊唔若叫我爱穿这双，还佫有。啊？安怎？你哪会知我今日唔是穿这双？啊！说话，你佫老军装哦？啊，无啦，我哪会甲你军装啦？飞爷，哈哈，飞爷啦，飞爷啦，我是甲你保护保护啦，唔是咧军装啦，你是咧哦。你啊，顶一届无救到你。这次终身救到你了啦，我跟你说，你不用想感谢我啦，哎呀，也不说什么以身相许啦，哈。四位，你给我马上离开，要不我吼，我等你都，四位，你马上给我离开，要不我等你吼，我好多你就救你一条命的，你怎么那么生气啊？救人还救人啦，虽然你刚才给我救，我真感谢你。要不等下你给我，然后继续给我带掉，我一定报警啊！啊！